宝贝儿，哎呀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呦，呦，小乖乖，小乖乖，回来了，小可爱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要洗手。你榨的果汁啊？哎呀，呀，果农果汁啊？正好渴了，我先洗手。还这么多啊？一个火龙果榨的，这个。酸奶是我自己做的，半杯酸奶，只用了半杯啊，正好好渴。这火龙果和酸奶榨果汁啊，非常好喝，而且特别通便。好喝。宝贝儿，我不在家，你们有没有听话呀？上午去我爸我妈那里转了一下，去看看他们，跟他们聊聊天。宝宝在收阳台呢。小陈，出来，快点，别影响老爸干活。馒头，我回来他就总是这样看着我，可超可爱，小乖乖。今天有点秋天的感觉了，没那么热了，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，猜猜？哎呀，这个位置凉快，因为这个门打开呀，阳台和这边是串风的，对流的，你看，这样就凉快很多。娟娟，你这头发凌乱的，小潦草的小狗狗。馒头，馒头小乖乖，想吃零食了是不是啊？拿个零食奖励你们啊！我来奖励你们一个零食，啊，没了，吃那么快，真的是好快哎！你们吃零食太快了，姐姐在家还有老爸。一会儿给一个，一会儿给一个，是不是啊？这太快了哟！你看我回来也奖励你一个。好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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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宝贝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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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坐，坐，我看谁坐了没有？坐，坐，坐，猜猜，坐下。哎呦，个小乖乖呀，馒头手都抬好了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小陈，你给我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坐，馒头今天第一，哎呦，那个手握了几次，超可爱，对，猜猜，握手，卷卷也握了啊，先猜猜吧，卷卷卷卷，小可爱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呀，回来就奖励个零食，猜猜，猜猜抱着，准备慢慢享用是吧？超可爱。卷卷，卷卷都快吃完了，好快呀！馒头也在这里抱着慢慢啃，慢慢吃，馒头，慢慢啃啊！